是土生土长的台中女孩蔡尚华，台中我回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其实你们真的很幸福，你们没有来这个现场，你知道现场有多冷吗？我真的有点冷。对，他们两个穿成这样，你看你哇，鬼鬼卡底下哈。哎，你的额头也蛮冷的吧？对对，真的是蛮冷的。我是纳豆，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土生土长的台中女孩蔡尚华，台中我回来了。我们来了。今年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啦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昨天晚上呢我们临时接到通知说今天呢改成线上的方式，所以呢算是我们人生第一次主持这样子的跨年夜，蛮特别的。哎，我们两个第一次主持就遇到这个情况，没关系，防疫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像这样子的感觉，哇，而且今天呢比人多，对，树比人多，然后呢厕所比现场人还要多。对，真的，我们不只有专属的化妆室，还有专属的厕所。而且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我今天来到这边啊，我才知道重新定义万人空巷这四个字什么意思。对，因为现场真的是空的。对，线上人很多，现场是空的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希望呢这个虽然我们人呢不能去改变天气，但是呢我们这些热情希望从线上可以烧过来。没错，对，而且跟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，其实你们真的很幸福，你们没有来这个现场，你知道现场有多冷吗？我有点冷。对，他们两个穿成这样，你看你哇，鬼鬼卡底下哈。哎，你的额头也蛮冷的吧？对对，真的是蛮冷的。大家在家里好好吃火锅，看我们就好了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很嗨，刚在台下一开场就是狮子 Lion 重量级的演出。对，而且接下来的卡司呢，一位比一位更精彩。要告诉大家，今天全台最厉害的卡司就在台中， 我们要让重量级巨星陪伴大家跨过2021的第一秒。没错，而且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从晚上7点哦，要一路嗨到半夜1点，等于说连续6个小时的跨年演唱会，就在哪里呢？这里呢是12月6号刚落成的水南中央公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